这里是台南的大南门公园。大南门，这里有一个大南门城。疫情期间，这边都暗暗的了啦，现在已经超过九点了。来拍一下，拍一下这个大南门城，南门公园，南门公园。古城南门公园，这边有一个教会哦，看起来是那个蛮富丽堂皇。这边周围稍微拍一下，现在里面空无一人呢。里面现在空无一人呢，只有那个街灯陪伴我而已。这有点恐怖呢，那如果是女生一个人的话，最好不要走，走这个是有一点危险。这是大南门城，这里有一棵大榕树，非常高大，非常庞大。哇，这棵大榕树好庞大。大南门现在那个南门城都没有开啊，平常它是有开的哦，现在疫情期间哦都关起来了，那个城门都关起来了，有没有看到城门都关起来了？这个南门，大南门，我记得这个是三级古迹的样子，是三级古迹啊。台湾府城大南门三级古迹，府城大南门，台湾府城大南门三级古迹。这个城门是很雄伟的，这城门是很雄伟的，现在看不到啊，关起来了，只能从外面看。现在公园里面空无一人啊。我讲的这个教会教堂很漂亮，就是这个前面那个教堂很漂亮，我看到十字架有没有？教堂很漂亮，英灵归地，当爱回无海基，共来多关系。我现在里面都没有人，
不敢太往里面走，太暗了，没有人。这里有栋建筑物，这棵榕树是很庞大、很高大的榕树，这应该是100年以上了。我觉得这个要远远的照呢，远远的照哈、哦，才有办法全部入境。晚上灯光不太好，这看不太清楚。这里有一栋南门电影书院，这一栋哈、哦，这一栋是蛮值得一提的。这个好像是广播，这是广播电台是什么样？这里有写，这像是广播电台，哦。原台南放送局的、啊、台南放送局市定古迹原台南放送局，这应该是广播电台吧，古时候的那个广播电台是不是奉上。这很有历史价值的原台南放送局市定古迹啊，真的哈、哦，里面空无一人，有一点阴森森的，只有这个疯狂的大叔在那边拍照，呵呵。像那笑的，跟我一个在那翕相。这栋哈、哦、台南放送局这栋建筑物，我觉得是蛮好看的，古色古香啊，很漂亮，古色古香的那个建筑物。觉得很好看，古色古香的。说没有人，就突然跑一个阿丧出来。周遭稍微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个牌坊，啊、这边有一个告示牌啊，这边有一个告示牌，有一只猫咪站在那边，猫咪站在那个牌楼旁边呢，猫咪，不好意思打搅到猫咪，它已经下去了，这是。大南门的一个说明啊，一个告示牌，一个说明，这是一个牌坊，大南门城。
讲的古色古香，就是前面这一栋那个教堂嘛。这一栋教堂也是古色古香嘛。那建筑也是很漂亮，但是现在晚上都没什么灯光了、啊，很暗淡、啊。很暗淡。难得这边还可以看到凤凰花，凤凰花今年的凤凰花好像特别的少，感觉稀稀疏疏的。现在凤凰树也越来越少了。这个凤凰花，可能最近也有下大雨，所以凤凰花哈、哦，可能也有被那个雨水打坏了。先到这边，